上期我们说到杰克贝肉丝亲嘴亲破了后脑勺，看完整个动画你才知道，原来这是一部集古装武侠动作爱情科幻仙魔格斗于一体的绝世国漫呢。相信你们的眼睛，这真的是泰坦尼克号，我去，深海巨兽，这不就是猪八戒和沙和尚的合体吗？90级的远古巨龙，我去，金箍棒难道是在召唤孙悟空吗？居然射出去了呀，这船不是应该沉下去的吗？原来我看的是一部仙魔动作片吗？等等，杰克和肉丝骑着鸭子是个什么鬼啊？巨龙啊，你是不是傻？那么大的鸭子你不捉，它不香吗？我勒个天天呢，这就是二师兄的毒猪钻，打个架竟然还自备音箱，还抢了二师兄的口粮。降龙十九掌，原来这么多年我看了个假的射雕英雄传呢。哎，你举个音箱干什么呀？二师兄啊，你的天敌居然是个音箱，你这样对得起嫦娥姐姐吗？等等，这熟悉的音乐又是人体螺旋直升机呀，射出去了，马桶射巨龙，果然是射雕版的泰坦尼克号啊。杰克，我就想问你，你踩着肉丝头干嘛呀？难道你是春丽假扮的吗？集古装武侠动作爱情科幻仙魔格斗于一体的绝世国漫，你还看什么好莱坞呀？